之前好像有一点癌症，他做直播的时候，念念念，他在这附近，他周边都没有人，他听到那个像是一个老龟那个声音，然后他当时下有听到，我问题是，他看不到任何东西，说他没有做任何反应，说他回去检查一切，好吃哦，慢慢慢，慢慢慢慢，下一个。阿公在哪里？阿公呢？阿公带你吃慢慢，慢慢慢慢。哎，慢慢。社会问题，不管是里长还是附近的居民，都信誓旦